哎、欸，岩石跟岩石这边可以走嘞。好，那我们就走这边吧。来，这次想要得到我原谅的是谁啊？交出你的性命啊，不是，请你宽恕我，请交出，没问题，请交出那个宽恕费用哦，公道价81000，谢谢。善意的成年人们说人人皆平等，但根本没这回事。这里是礼拜堂，何威同学，你知道我的便当盒和铅笔盒在哪里吗？是吗？我可以帮你一起找。为什么那么害怕？如果让其他人看到你和我说话，你会被他们捉弄的。啊！他什么？嘻嘻嘻嘻，他还在找呢，快放弃吧，蠢人是不可能找到的。呵呵，这个不错吧？好可爱的化妆包，什么什么也有啊。因为这是从他那里拿来的，他这么蠢，肯定不会察觉到。那怎么样？反正再买新的就好。哦，找我有事吗？还是不要跟他扯上关系比较好。好，哦，小明放球一起去玩吧。你喜欢树吗？怎么可能？神不会赐予我等无法逾越的试炼。残破不堪的课本，真是够了。哈，还真是友善呐、啊！我想到就是我自己课本曾经被我也遭过一样的事情啊。所以刚刚其实有点不爽而已。学校里根本没有平等可言，必然会存在有能者与无能者，二者之间隔着黑暗且深不见底的鸿沟。他这边是还有小说可以看，是不是？是哦。你并不孤单，不能杀他。哦，所以这边其实都会有一些东西。2、3，看一下故事好了。莫西拿城里有三个年轻兄弟，都以经商为业，他们的妹妹叫做莎莉贝达，聪明貌美。商人兄弟的店里有一个叫罗伦佐的青年，生得相貌端正，莎莉贝达就爱上了他。这么一来一往，罗伦佐也迷上了丽莎贝达，对不起，是丽莎，不是莎莉。我现在一直在想到那个莎莉，抢救莎莉大作战，两人互相爱慕。但丽莎贝达哥哥们却不承认他们的感情。于是有一天，他们把罗伦佐带到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将他杀死并掩埋了尸体。丽莎贝达因为爱人迟迟未归，终日流泪不止。一天，罗伦佐出现在他梦里，告诉他的自己尸身所埋藏地点，让他不要再痴痴苦等下去了。丽莎贝达找到了自己爱人可怜的尸体，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。他整齐地割下遗体的头颅，埋入漂亮的花盆中，每日眺望着他，以泪洗面。哥哥们看着妹妹日渐憔悴，便斥责丽莎贝达，并夺走她的花盆。她不断哭着央求他们将花盆还给她。她每天哭泣，即使染病也仍然继续央求，最终还一边哭着恳求还回她的花盆，一边气绝身亡了。就这样，丽莎贝达不幸的爱情故事结束了。后来很多人听闻了这个故事，就写下了那首歌谣。究竟是哪一个狠毒的基督徒偷走了我的花盆？
有这歌谣吗？我没听过哎，我第一次听到。快醒过来！所以这图书馆都暗藏一些文字哎，我之前都没发现。哦，纳达乔与傲慢的小姐。拉温纳的一个城市中有一个名叫做纳达乔的青年，他爱上了一名女子。为了得到她的爱，他将财产挥霍精光，却仍然只换到她无情的态度。面对她如此无情的对待，纳达乔急于自杀。一天，他来到了契阿西的一座森林，在那目睹了可怕的一幕。一头巨大恶犬在追赶着一个裸体的妇人，并残忍地在她身上撕咬。在她身后，一名骑士表情愤怒地破口大骂着。纳达乔为了救下那女子，本打算制止那名骑士，但骑士并不接受。纳达乔啊，你不要阻止我！这女人我曾经热烈地爱着，但她不仅不接受我的情意，还对我百般嘲笑，悲愤欲绝便自尽了。这个狠心的女人见我死寂还拍手称快，所以我要让她受尽惩罚，才能够残酷的自卫。骑士如此说道，便追上那女人离开了。纳达乔眼见如此光景，心生一计，便邀请自己心仪的那女子来到这森林中，也让她目睹这残酷的一幕。于是那女子心怀恐惧，对纳达乔有厌生爱，便嫁下他。下嫁于他，最终皆大欢喜，可喜可贺。这根本就是威胁吧？哦，阿里白与鲁斯蒂科有一个叫做加夫沙的城市里，有一个富翁，他有个温柔美丽的女儿，叫做阿里白。有一天，他为了学习基督教的信仰和侍奉神明的方法，找到了住在沙漠里的修道士鲁斯蒂科。然而，鲁斯蒂科在这个美丽姑娘时屈服于自己的色欲，借着驱逐恶魔为名，误导了阿里白。鲁斯蒂科，你那突起生出来的是什么？哦，这就是恶魔，这恶魔给我带来极大痛苦。那这个没问题吗？这个在这边播没问题吗？鲁斯科利如此说，好，把他带上了小床。而阿里白为了镇压鲁斯蒂科的恶魔，委身于他。这故事怎么有点黄啊？不要走到那里去。你恨吗？啊，胡威同学你好，这里是十日谈，伯切丘的十日谈。挺喜欢读书的，不过这书感觉不怎么会看。特别喜欢，尤其是这十日谈里其中一篇被兄弟毁去爱情的不幸女子的故事，不就最左边的那一最左上角的那一个吗？你想继续探书，可是你这样会让我无法继续过关啊！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接下来干嘛？是，那我考考你哦，他的名字吗？鲁斯蒂科吧，打错了，不是啊。他名字在那啊，艾伦哦，艾伦是罗伦佐，黑暗童话真的。那丽莎贝拉把罗伦佐的头颅藏在哪里？藏在花盆啊。故事发生哪个城市？好像是墨西拿城吧。偷走花瓶的是恶毒的兄弟，是哪一个恶毒的基督徒？这个童话好黑哦，我觉得他说的很对。无论你的渴望多么强烈，最终总会屈服在强权之下，因为他坏心根本，无能者永远敌不过有能者。他这想法还蛮奇怪的。我觉得人没有分有能无能，只有分你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些事情，跟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，只有这种分别而已。你总不能要求大家都有能力做到那些吧？哦哟，将门学长，小明，切，别的时候，小丫头别过来，碍事，太碍事了，碍事的要命，赶紧给我滚了，他根本公子开明啊。
头还给我！瞎瞎的，换了发。他刚说不瞎了，然后我就死掉了。调查一下，哦呦，好，欢迎来到死亡小间，谢谢。死亡之间到底？花盆，人偶的头，谢谢你。诶，这是那个一开始那故事，让我找好久。对不起，我家太小了。你再等我一下，可是你挡到我面前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你该不会想对我圈圈叉叉吧？不要啊！你怎么还不去死？其实还有一本书想给你看，可惜不能借给你了。那本书被圈圈同学拿走了，他说你就是因为老是读这些书才这么废柴。他才不懂读书的价值，可笑。为什么人总是会喜欢欺压弱小？哈，我很无能，而火龟同学有能；我很愚蠢，而火龟同学很聪明；我很迟钝，而火龙很敏锐。我是劣等生，火龙是优等生。我觉得等一下会突然要杀我们嘞、欸！无能无能无能，我是那什么啊？那脸好嘲讽哦！哦，你不想回去，可是我想回去啊！那脸好嘲讽啊，那个脸还蛮可爱的。您是？哎呀，你就是火卫同学啊 我是他妈妈哦，经常听他说起你。他说你学习好，运动也棒，性格乖巧，班上头等生。和你比，他就差得远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你都不和同学们出去玩，我还担心你在学校是不是太孤单。我不想被人欺负，不想让家里人操心，不想受那些罪。所以嘞，你就想对我怎样，是不是？哈，啊，也是一多嘴才，这是要借给回来的时候，请你还我。哈，真有趣的想法，呵呵，你看他表情超逗趣。你说什么？像白痴一样，他眼泪直流。哎，这些人也太过分了吧！他说，书好破，最毒妇人心。不，我觉得世界最狠毒的不是这些，不是那个女生，现在最狠毒的是人类，人类都是。想干嘛？扁你啊！先扁了再说，碎。碎，真的扁下去了，碎，就是该这么干。一巴掌给你扇了，好好反省反省吧。怎样？怎样不爽是要来打我是不是？来，要不要？我们现在去外面啊，找个空地定钩机一对一。要不要？啊，不是很呛。定钩机咩？惊你哦。不要恨，不要怨，他总是被欺负，他的心里已经濒临崩溃，已经无法再帮你了。但这不是我要放弃他的理由。那个，你在听吗？喂。等一下，这是谁写的？哇！别跟我说话，干嘛？真不爽！
是小明不对，我没做错啊！啊，你讲啥？拍谁？我耳朵在痒，我现在挖耳朵，你要不要跟我讲，重复讲一下你刚刚说什么？呵呵呵呵，你洗的喝屁喝啊？喝干啦！虎威同学，什么事？请你别再跟我说话了。诶，别把我牵扯进来，所以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你成为我的替代，成为我替代替，看着你代替我成为了牺牲品。我根本没能力帮你，因为我是个无能的人，做什么事都无能为力。所有人当中，我最想救的应该是他吧。他应该是我最想救的人。我明明救过你，判处死吧。真是的，竟然藏在这里。盐九堡真由美，啊，名字好长哦。我一同学，他明明那个图像的样子就很好看，为什么他那个人那个走路的那个行走图，好奇怪哦。有话你就直说啊！啊，那个叫将门的人已经全部告诉我了，你是为了杀我才把我叫到这里来的。所有人，我最心甘情愿就是原谅他。我会对他发火，纯粹是我想那么做。想法负面的人最欠打，可是他不是自愿想法负面的，还不是所有人的关系，所以反而所有人当中，唯一会去救的人就是他。我们是朋友，为朋友找到哪里奇怪啊？但他后面见死不救那一段，就真的是有点让人无言了。不过也是啊，我倒是能理解他的想法。被欺负的人通常都一旦脱离被欺负的那个境界，他就不会想再被欺负了。得到一本书，什么书啊？啊，人怎么都不见了？哎，他们几个不见了，真是太悬了！死神跑得真快，小丫头，你看我们像是没事了吗？没有断手断脚，基本上应该还 OK 啦。我可不想玩鬼捉人游戏。为什么他能和狗对话？就快结束，好好加油，这可能是最后了。不要让自己后悔，好。而且我觉得我会想要原谅他的原因，应该是因为我也曾经遇过一样的事情，所以我能明白他那感觉。没事吧？还好。你们在做什么？哎，阿兰刚刚在查欧付宝设定，欧付宝设定哦，我也会设定哎。我知道 Live House 可以用这个功能啊，对，可是我好像没什么在用它。先把它救出来。看出来了，我们再稍微调查一下这边，看能不能快点把它放出来。啊，你们调查就调查，你为什么要围着要宝箱呢？这样我们学长什么来头？感觉特别有个性。他确实很快，在高中部特别有名。诶，他是高中特别有名气 他的爱好就是尽一切所能帮助别人报仇。RPG，赌上性命的 RPG，还蛮好笑的啊。好，快点把他从电脑放出来。一堆认证、身份证什么的，有吗？哦，付宝，我只用那个叫什么诶？那个银行的那一个，我好像没有理身份证什么的。树 同学小明是不是那种关系？怎么可能？
不可能，大家都直接接二连三的否认。好，走，跟他回忆一下。是时候了，你还是不要跟我来往了。现在所有人都在针对我，你和我一起也会受牵连的。林志颖说你在班上受到了那个什么样的对待？该不会他围巾就是他送的吧？我也是刚刚好像想起了非常重要的记忆。